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就来实况我们的蜂巢生存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出发离开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要去寻找新的地方。然后我在今天装了新的模组，我装了 Optifine， 你看我可以放大了。上一次我们想放大都不能放大，这一次我终于把它给加进来了。然后呢，我装了一个全新的另一个模组呢，叫做更多的火药。我们呢可以藉由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新的两种新矿物，然后呢合成成新的火药，我们就可以拥有无限火药了，对，我们终于可以来做枪了，来吧！现在这个难度已经来到 2.8 的情况之下，没有这个模组的辅助，我想必应该是很难过关的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啊？流星吗？刚刚那个声音是什么？如果说这个附近有掉落一颗流星，那表示它是一个很新的东西耶，就是它是一个新的装备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掉去哪里。有了新的矿物，就是你。然后呢，这个矿物呢算是硫磺，然后呢，硫磺可以再跟另外不，它不是硫磺，它是叫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，那是不重要的。钾矿啦，对，钾矿，好假、喔，来啊，OK， 这个钾矿呢拿去烧会变成液态钾，液态钾搭配我们的硫磺就会变成火药。硫磺的话呢也会出现在现实，但是地狱比较多。对，所以我们要两个世界来回穿梭。对，领养，我还敢领养了，赶走赶走去去去，你真的是领养，应该是啦。这看起来好毛哦，这是什么啦？哎呦，蚁穴，啊，怎么是掉血血啊？哎呦，好可怕哦！不要摸这个，好恶心，我要走了。我觉得我应该是看到奇迹了，这些全部都是石头打造的，这里都是石头的，所以呢，这一面墙一定有洞窟，然后呢，一定很大，它一定是一个超级大洞窟，所以我要来挖它。有水，有水，哦喂，要求，要求哦，这么大哦，那个是什么？破风弓箭手，哦，危险的东西，哎，那是硫磺啦，看到了，在地底下。接下来我们有个很难的任务。就是我们要怎么避开这看起来很臭的弓箭手，然后去挖我们的这个看起来极为高级的硫磺呢？这只能够锻炼我的。OK， 又来一个，而且重点是他还拿钻镐。我去做一把剑，我觉得我现在发现我没有任何防身的东西，太危险了，这样不行。一个可怜女孩子在外面这样子噼里啪啦的这样子不好吧？啊，对对对，哦不，哦不，那个弓箭手下去了，可是他被冲掉了，他是傻子。Hello，Hello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到了，还没到，他在往前啊。那个弓箭手会不会射到我啊？他看起来已经在瞄准我了呢。哇、哦，我该如何是好？我该怎么应付呢？他又想射我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很想射我，但他射不到我。什么声音？哇哇哇哇哇！冲掉，冲掉，冲掉，冲掉！不是，他们的感知是我变远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是绿宝石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是绿宝石哎、欸。哦呦哦呦！我想看，我不想被他炸死。啊，好痛哦！一只箭矢而已，一只箭矢而已。哇，不是，什么鬼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刚是骑着什么奇怪的东西往上？他是又在骑那个了？深海守卫对不对？不是哦，奇怪，我没有装这些模组啊，为什么会有？我没有装这些东西，为什么会有？是不是我的伙伴在偷稿？我没有装哎、欸，这些僵尸我不对哦，我根本没有装这些强化僵尸的东西，为什么会有？我是不是我是不是被我是被偷放啊？对对，我拿到了，拿到了。好了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只要被中一箭我就输了，我现在必须回到那里。石头叠法，绿宝石，我想要绿宝石。这样子，我们才可以回收更大的房子啊！有了，我打了，要几颗？我看一下，绿宝石的话，两个加一个中介珍珠，可以做一个11×11跟11的大胶囊。啊，好痛，好痛哦！什么啦？点个灯。哦呦，射离，射离。挖点硫磺压压惊，他又想游了，我看到了。OK 死了，
里面还有，里面还有，小心，退退退退退退，那种打不过的，我们不要理他。我现在生命超维，你们不要看我这样只有那么多颗星哦。他们现在攻击力伤害已经来到一发就有机会把我弄死哦，超危险的、哦。包括这些看起来像大便的，这个是柱子，超危险的、哦。看要小心，我现在很紧张，因为他们的伤害越来越高了。我现在连装备什么的都没有上来，完蛋了，完了。我可以这个时候睡觉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睡。OK， 我醒来了，然后这个家我还是可以打包，超棒的，继续烧啊，继续烧。然后最简单的第一把枪，可不可以先不要给我这么难的？我们哦，不行，这上那个铁的，虽然你们看到了没有 ？C96 怎么样？我不想有没有这什么 AWM 太难了 ，M92FS 这个可以吧？这24块的24块铁。好像没有，怎么算起来的话，我这些铁加起来也没那么多，是不是嫌我太有闲钱？是不是？而且重点是我的铁镐也坏了，所以我还是得去挖铁，好吧？又要加班了，完蛋了！噔噔噔噔噔，希望我这样叠不会让我后悔。啊，不会掉撞镐，不会掉撞镐，你要拿撞镐？那个是什么？那是骷髅还是弓箭手？啊，那是骷髅哎、欸！啊，他怎么拿？他怎么拿稿子？他转职，骷髅这个职业可能太难了，看能不能换个别的职业来过过，还要养家活口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有一块，这是一块还是两块？哇，好几块啊！碎了，碎了，安利的丢。这个当我拿到枪，我看你们还有没有嘴脸笑得出来啊？欺负我的恩恩怨怨 ，Holy fuck！第一集的生物。哦 ，fuck！天降甘霖，玩了这么久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，今天头一次，你们都看到了。妖修，不是吧？好推，可以了，让他自己炸掉。哦，好像金用不太到哎、欸，我缺铁，铁比较多一点。OK， 好，走，我们游回去。现在的难度呢，已经来到 4.0 了。我们难度应该还蛮平均的啦，还可以，我至少还能活到现在。刚刚开始北败，还是不错。走，我们来回家。什么鬼？完了。I will remember you。啊，不是，好险我在这里复活。哦，我的铁，我最宝贝的铁。哦，还好，应该就这些了。我家，威尔史密斯。啊，没有面包哎、欸，面包该不会被冲到最下面去了吧？有这么深吗？面包呢？我的面包。哦，好痛好痛，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，完了，他要来找我了，我要死掉了，谢谢大家。哇，他掉下去了，他掉下去了。OK， 把它堵住，它就看不到人了。有没有食物都没关系，我们先回去要紧。我看到面包了，它在上面。有了，我打不死，我好强。不是，我已经死过一次。好李家宅，我们来试试看喽。这个跟这个。有了大量的火药，就有大量的火药，对，大量的火药就有大量的子弹，所以我们现在凑一套装备，我们先把装备准备出来。漂亮，我好漂亮，你好漂亮，哦，好漂亮。好的，就这样，感谢各位收看，下次见，拜拜。